个助理想要害死你是分分秒秒的事情。我是不是买个中介包的？你没有说到重点。牢固90天，九十天。我是招谁惹谁？我卸不掉怎么办？男助理买牢固90天睫毛胶，张韶涵2小时卸不掉，哭喊招谁惹谁？是什么让张韶涵哭得这么伤心？那个笑脸脸不知道 MVP 情人海豚湾恋人，至少要知道40岁的他有隐形的翅膀哦。有啊，隐形的翅膀来了。今年转往中国发展的张韶涵14号哭诉，因为男助理买错了睫毛胶水，害他卸到眼睛都肿了，眼皮上的假睫毛还是。这年头要找助理不简单，这个助理想要害死你是分分秒秒的事情。你的眼睛为什么那么红呢？他还不是他，你看，你现在是弄什么呢？我要卸掉啊，卸不掉。你说你买了什么？嫁接睫毛胶水，我是不是买个中睫毛的？你没有说到重点。牢固九十天。我的助理买了超黏牢固无刺激自驾贴睫毛胶给我，一秒速干。牢固90天。因为我不涂睫毛，所以我对这个就不懂。看不懂90天是不是？我小时候他就老贴的比较黏，比如说走着走着就被风吹。请问我掉了几根睫毛？一根都没掉。我说拔下来都没掉。我终于看到希望了。我看看。你还敢说？对不起，老板，你之前种过睫毛吗？我从来没种过 ，OK？ 因为你。你可以在上去教大家种睫毛的方法。在家省钱种睫毛，以后再也不用出门做，因为在外面做一次要好几百，对不对？买一瓶这个胶水就可以牢固90天。可以试试在你身上卸了，好不好？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种睫毛得睫毛。你是上天派来第一个让我种睫毛的人，好吗？我从来一辈子都没种过，我真的一辈子都没有像现在这个状态。我就看一下下面的粉丝说什么哈，哈哈哈哈哈，太可爱了。又好笑，用热毛巾敷一下，你觉得我现在会有热毛巾吗？总有一天会掉的。可以选择不卸强，那等90天。你们真的让我感受到满满的关心，反正要不就这样呗。那我们看一下，我90天可以一只眼睛这样。我是招谁惹谁？我卸不掉怎么办？请问一下，我们现在还要多久到上海？我还有20分钟就到家了。你杭州上次卸妆卸了很久，我到家都全卸完了。很多胶水，你看下面一滴眼泪。每一次，就算很受伤，也不闪泪光。